有。哦，刚才那个小孩，那个已经这么可爱的小孩唱的歌，真的是，很有意思哈。这个等会就是小孩就是唱完歌后，等会还有一些小的节目可以发给你们，是吧？等会，你们是结束以后才这个才发奖，好吧？来鼓励鼓励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好，我们这个，我们继续这个，就是唱我们这个圣诞的歌曲。我们还有六首歌，那我们原唱坐着唱，坐着唱。刚刚啊，我想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我们这首诗歌呢，也是比较适合小孩子跟我一起唱的，好不好？这个是马槽圣音448。地上平
谁肯谦卑打开心门，救主已经起心，玻璃风声说声救主，就已经日降临。时光倒流到2000年的历史事实，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凭着这样的一位救主临到，所以普世可以一起来欢腾。419，普世欢腾。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全地。圣诞佳音，第一个圣诞节的佳音，我们可以坐着唱，或者你喜欢站着也可以。我们唱这首447圣诞佳音。欢心欢心
耶稣基督是谁，那么他听到这些圣诞的诗歌让他有个羡慕，这位君王到底是谁，所以后来他就有机会认识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我希望今天这个敬拜这些诗歌也会带给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这样的祝福。449奇妙生命，这奇妙的还是
平安夜，圣山夜。
离不了，就在各位的心中，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席跟福音。